老家。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啊？至少不用付房租，吃住都在家里，赚一分是一分。我找了一个很大的公司工作，很多人想进都进不去呢。什么大公司啊？普华会计事务所。什么话的事务所？普通话？哎，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，靠谱吗？哎呀，你这都面试几个公司了还没找着，你就别胡闹了啊！毕业赶紧回来吧。再说，就算找到实际工作了，最后人家能不能留下你转正呢？大城市打拼很累的，早出晚归的，起早贪黑的。你说说你啊，一个女孩在家，我跟你爸会很担心的。默默，哎，默默啊，默默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呀，我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嘿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妈，你就让我试一试嘛。上班地址在哪儿啊？离你学校远不远呀？黄茂那片吧，有点远，回头自己找点房子吧。妈妈有个朋友有个房子空着，我问你。妈，我自己会搞定的。自己这么有本事，自己把自己生下来。哥哥，你这孩子呀。行，我挂了啊，拜拜。轻点，别急。哎，什么呀？哎，快点，赶紧走啊！往里去啊！哎，往里挤一点呗。是呀。别去了，别去了，里面没地方了。喂，妈。默默，回宿舍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没呢。哎呀，这个点儿了，怎么还没回呀？没下班吗？挤公车呢，人太多，挤不上去。我想走两站去首站坐。那你每天这么来回，多辛苦啊！妈问好了，徐阿姨的房子呢，就在你现在的公司附近，目前也没人住，你住进去就给搞搞卫生就行了。你徐阿姨说啊，把那个钥匙留在那个快递柜里了，我把那个什么码发给你。那好吧。顾卫义，同学怎么称呼？啊，严二，谢谢银。谢谢您好。哎，师弟。你这个地方算错了，这儿。啊，谢谢师姐。没事，改对了就行。FP 放屁。